Super Junior 的台湾演唱会终于是近在眼前，然而台湾粉丝等了快三年的 Super Show 却因为黄牛票猖獗，让许多粉丝苦苦买不到票进场。蒂特在香港演唱会结束后开启了直播和粉丝互动，便提及了此事。다음콘서트가대만이다그쵸대만콘서트끝나자마자바로전일본으로갑니다일본팬미팅대만이3회의콘서트죠다음주타이완만나요대만콘서트는2회였다간안표가엄청났다는얘기를들었어요그죠아직도아직도그치누구래요안표그래서3회로늘렸는데또안표가나왔어한번더해야돼没想到这件事连利特都知道了，为了粉丝们加场，却还是被黄牛利用，真的是太让人心痛又愤怒了。